老鹰今夏交易走丹尼斯·施罗德，目前控卫位置有林书豪和新秀特雷杨。就我所听闻的，他将是我很棒的导师。特雷杨谈到林书豪说，我们已经交谈过，他人很好，经历过最高光的时刻，也有最低谷的时候，他都经历过，所以我很期待从他那里学习。我认为我们会合作得很棒，这是一支重建的球队，我们会尝试一些东西。